另外一个问题，就是说，如果今天我是多个人一起，每个人都有一个心智图的档案，到最后要怎么合并起来？啊，怎么合并起来？如果你是有付费版本，最简单就是直接在这边有一个合并。好，那你如果没有的话，其实也没有关系。为什么哈？来，我们试看看。你看，假设我现在这里有工作部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我如果从这边直接复制，比如说我要复制我们今天的讲义的这一份，我把它复制起来，我拿到这边，拿到这边，我就直接贴进来，把它贴上。那贴上不是变成另外一个主题吗？但是这样是比较不好看。如果你希望把它变到下面这个分页来，怎么办呢？我们刚刚有没有学过，点到它，以这个主题建立新分页？你用这个方式，这样有没有又跟它一样的？只是绕一个圈啊。好，如果用合并的，那就是直接变成这样子。那如果不是用合并的，变成你站好的时候，这个我再把它拿掉，这样就回复原来的。等于说，比如说一个人一个页面，但是变成同一个档案这样子。让您大概了解意思了哈，所以这个是一个变通的方法，那你可以参考看，尤其是有多人合作的时候，因为它总是没有办法直接大家线上编辑嘛，哦，所以你用这个方法也可以。事实上，有些人你也可以用那个什么 FreeMind 啊之类的哈，如果你画好的，也可以直接用汇入的方式把它汇进来，它也支援 FreeMind 或者 MindJet 的那种档案格式哈。